我是 Leslie， 请听我的超越 Beyond 的故事。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。1994年开始，世界各地不少的乐迷自发性去举办纪念家驹的音乐会。香港亦都唔例外。至到2015年 ，Respect Magazine 紫檀音乐杂志嘅创办人 Jasper 举办咗一场纪念家驹嘅音乐会之后，差唔多每一年都风雨不改，同世界各地喜欢 Beyond 嘅乐迷一起心连心，一起向摇滚巨人致敬。2021年。6月30日，我哋又聚首一堂，集合一齐，一齐怀念，一齐欣赏，一齐去传承 Beyond 黄家驹不死音乐精神。Hi， 我是 Leslie 啊，多谢继续收听630 Respect 音乐会啊。上两集我哋听过钟宇璇，佢用少女嘅角度去唱出喜欢你。上一集我哋听过阿 Kim 潘仙丽，即系家驹嘅前女友，佢用好 rock 嘅 style， rock 嘅味道去唱出我是愤怒、巨人同埋再见理想。呢一集我点样去形容将会出场嘅女歌手呢？佢出咗好多张嘅Hi-Fi 靈音天碟啦，佢把聲，佢個歌喉亦都係好聽嘅。除此之外咧，佢係對好多嘅音樂作品嘅質素咧嘅要求係非常之高嘅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一於去音樂會嘅現場度先。Hi， 你好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Gloria 哥利亞。好高興，好喺度可以撞到你啊！係啊，你唱歌好好聽啊！多謝你。其實今天很開心，因為有一個機會可以呢就是致敬家驹的一個音樂會，在裡面呢就唱兩首歌，包括冷雨夜和上半我闖蕩。冷雨夜呢又有得比自己可以自彈自唱啦，跟住大隊 House Band 又可以跟我一起玩，所以我挺期待的。其實 我想問的，但是你不是沒辦法，因為的而且確一講到家驹講到 Beyond， 其實大家都會懷著很興奮的心情，是啊，去感恩去感謝他的，這個是事實的，是啊，是呢，其實 Beyond 對於你來說，譬如說你最欣賞他們是即是 Beyond 也好，家驹也好，你覺得你最欣賞是值得學習的是哪一 part？ 我覺得他們的創作很值得學習，還有他們的態度也很值得學習。之前呢其實我都真的，反而我覺得我很榮幸，因為我有機會呢可以跟阿波啊、加強那些呢去 support 他們去出 show， 去一些 band show 啦。有一個機會就是上我是歌手呢，阿波參加比賽那隻的海闊天空，我有機會可以彈琴和唱和音，那次呢對於我自己來說是畢生難忘的一個經驗。哇，真的，如果是的有機會真的邀請，正式邀請你上來接受訪問，真的要相信會有很多很好的很正的分享。那不阻你先，不阻不阻，多謝你訪問，接受訪問，多謝你。
在雨中漫步，蓝色街灯渐露，相对望，无声紧拥抱着，为了找往日曾温馨的往日消失了。任雨洒我面，难分水点泪痕，心更乱，愁思要千百段，怀变的态度，无心想他说话收不了。冷雨夜我在你身边，盼望你会知，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，只欠强地相处。冷雨夜我不想归家，盼望你背影只苦笑望雨点，虽知要说清楚，可惜我没胆识。尽是未了解结合，留低此一片段不经意。Thank you。好，今日咧，除咗冷雨夜我哋准备咗之外咧，仲有另外一首歌嘅，冇錯，好多謝你重新幫我哋演繹咗個版本。呢個你係諗咗幾耐啊？唔係，就係你叫我揀歌嗰陣時，係揀歌嘅時候，咁我就揀。咁點解你會揀《冷雨夜》呢首歌咧？哇，因為我其實我就係覺得個 bass 好型嘅，即係。所以我特登安排翻阿嘉傑喺度彈一個長嘅版本，係咪好開心啊？同埋咧，因為不嬲冷雨夜咧都係男聲嘅，咁所以好想啊，不如試一個女聲嘅表達會係點咧？咁好，所以特登揀。咁我亦都繼續交個台俾你，我幫你拎開張凳先。好啊。咁咧，跟住呢一首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好似啊，我喺度 tag 佢唔啱嘅。我其實翻唱過嘅之前，咁但係個版本就好唔一樣。咁我好開心今日咧可以有一隊咁出色嘅樂隊可以一齊玩。Amen.
闯荡，沿路没有指引，让我走上又是窄巷，寻梦像扑火，谁共我疯狂？长夜渐觉冰冻，但我只有尽量去躲。几多天真的理想，几多找到是逃缩，沉默去迎失望，几多心中创伤，只有淡忘。从前话说要如何，其实你与昨日的我，活到今天变化甚多。终会更彷徨，疲倦惯了再没感觉，别再可惜计较什么。Oh, oh, oh. 唱完噶啦，唔敢喉添，想听多啲啊！不过有冇发现一样嘢啊？Gloria 梗系唱得非常之好听啦。不过有冇留意一样嘢啊？家驹嘅作品咧，的而且确都几适合啲女歌手咧去重新演绎嘅，即系个味道咧系零舍唔同嘅。大家熟悉嘅林忆莲啦，佢亦都翻唱过 Beyond 嘅作品啦，《情人》啦。不过令我谂起王菲啊，家驹早期都系曾经帮王菲去创作过一首歌嘅。歌名叫做《可否抱緊我》，哎呀，我應該冇記錯，哎呀，點都好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
实你与昨日的我，活到今天变化甚多。Show podcast.